下面我们接着看关于我们的兑现管理部分的视图啊，视图。那我们的视图的管理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实际上呢，这个比较简单。那么视图呢，实际上就是兑现的查询语数的一个别名，就是把查询语数个别名而已。而这个视图当中呢，有一很多细节啊，有很多细节啊。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这么一个视图的创建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一些复杂的语句呢变得简单化，对吧？简单化，对吧？它就是一个查询语的别名。那么视图啊，视图我们在进行使用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限制啊，特别是在进行应用美二操作的时候呢，它有很多很多的限制。OK，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那么视图有些什么作用呢？主要有以下几种了。限制我们的这个对数据的访问，对吧？比如说只读视图，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特殊的这个查询语句呢，那么这个视图当中呢不能进行相关的定门操作，否则会报错，对吧？还有对数据呢提供独立性，对吧？这什么意思？我们一个视图呢就是一种访问的数据的样式，对吧？不同的视图呢展现了不同的数据的访问的这个结果啊，结果。那么也可以把复杂的语句呢变成简单化，对吧？这就是视图的四大作用了啊，这个了解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的视图呢是基于其他表或者视图创建的一种逻辑表。那么视图呢没有自己的数据，对吧？那么这个视图当中后面跟的 select 语句当中那个表呢叫做基表啊，基表。OK， 这是视图的使用视图的一些作用而已啊。那么的视图类型有哪些呢？对吧？有简单的视图和复杂的视图。那么简单的视图通常说呢，就是表的数量有点多，按照表来看到呢就一个表，多个表呢一般叫复杂的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不包含函数，对吧？那就简单的，包含呢就是复杂的。分组数据的语句不包含的话呢就是简单的，包含呢就是复杂的。那么我们的视图不进行利用美二操作的话呢也叫复杂的，能够进行呢就叫做我们的简单的，对吧？这只是一个分类而已，是吧？这个只是一个理解啊。那么我们的视图建立语句呢，就是 create, or replace, force, low person, view 名字，后面 as, subject, 子查询，对吧？我们的这个子查询呢，后面还可以加上一些 with check optician 呢 ，with read only 的一些参数，对吧？那么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查询呢，对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啊。那么视图的建立呢比较简单 ，create 视图的名字 as 一个查询语句。对吧？视图来当表一样用啊，当表一样用。那么这个视图的一些信息的查看呢，在我们的 DBA 下的 views 里面可以找到，对吧 ？views 里面可以找到视图的定义啊。那么我们的视图的修改呢，就通过我们的 or replace create or replace 来修改它，对吧？把里面的查询语句改成你的新的查询语句，对吧？那我们的视图呢，复杂的视图呢，就是包含我们的一些呢。函数啊，分组的语句啦，还有我们的这个一些运算符啊、表达式啊等等，对吧？这就叫复杂的视图了，对吧？当然包括查询多个表的情况。那我们的这个视图当中呢，重点我们要掌握什么呢？就是视图上面能不能进行 DML 操作？因为我们说了，简单的视图呢是可以的，而复杂的视图呢是不可以的。那么什么样的条件会受到限制？现在看第一个条件，叫做我们的。删除的限制，如果你的查询语句当中用到了函数，用到了 group by, 用到了去除重复的行的关键字，用到了 row number 的关键字，那么这样的呢，视图里面的行呢就不能进行 delete, 否则会报错，对吧？这是四个条件，对吧 ？delete 里面有四个条件，对吧？视图后面跟的那个 select 语句里面包含了分组函数，对吧 ？group by 的语句，去除重复行的语句，还有我们的。row number 的位列，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能进行 delete 删除的操作。OK， 再来看第二个，那就是我们的 update 的操作。update 操作呢是在刚才的 delete 的基础上呢多了一个表达式定义的列，对吧？所谓表达式呢，比如说薪水乘以，对吧？什么东西就加减乘除的一些操作。那么如果对这样的列呢进行了操作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不能进行我们的 update 操作，因为它找不到啊，找不到啊，找不到。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 insert 操作，那么 insert 操作是刚才在 update 的基础上再多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lat_long 约束的列没有在基表中出现，
在基表当中的 select 语句当中没有包括 lat long 的列，现在你要对司徒进行 insert 的操作，它就会报错，因为 lat long 约束呢受到了这个约束的限制，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条件啊，三种条件啊。OK， 那么另外就是 with check optation 这个语句，那么使用 with check optation 的语句有什么用呢？可以确保我们在进行操作的这个记录呢，必须是这个部门编号指定的值，对吧？指定的值，否则的话呢，对吧？否则的话它就会报错，这是什么意思呢？假如说我们创建一个视图，后面加上了 with check optation 等于多少多少，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部门编号包含的就是20的记录，那么这时候我对这个视图进行查入数据的时候呢，就必须查入部门编号是20的，否则的话它会报错啊。而且你修改也是一样，必须保证这个部门编号是20的，如果不是20的话呢，你去改了它就会报错，所以你的部门编号呢必须指定是20的，非20它是不允许的，对吧？这就是一个检查的东西，对吧？保证里面的数据呢都是20的。那就说如果我不加上 with check optation 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中的东西部门编号等于20，那我可以把这个值给改一改，改完了之后呢，这个视图数据就发生了变化，它就不再是20的，所以呢这样我们的视图呢就不会保证我们的数据呢是我们的这个初衷，对吧？所以呢要把它加上一个 with check 的选项，来保证我们的视图里面的内容呢是必须是20的记录啊，这叫我们的 with check optation 的作用。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只读的选项，那么只读的选项就意味着这个视图里面的内容呢是不能进行任何的 DML 操作，我不管你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不允许啊，都不允许。那么这种视图呢仅仅能够进行 DDL 操作，对吧？也是我们这个视图里面的 DDL 是可用的，但是不能对这个视图进行 insert 或者 delete 这样的修改行的操作了，对不对？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只读视图的创建语句啊，创建语句啊。视图的删除也比较简单，对吧？做谱，对吧？做谱就好了，对不对 ？OK， 下面简单举一下例子。对，比如说，我们在查询的时候，部门编号什么等于10，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查询语句，对吧？查询语句，当然我可以把它创建成一个视图 ，print vew， 对吧？我的 emp。10，对吧 ？As select 型号 from 我们的 DPT 表等于10，看到了？这就创建成了一个视图。当然，我们创建视图要有权限，授予创建视图的权限，接给我们的 Scott 用。这就是创建一个视图了。那么在查询这个视图的时候呢，对对，那实际上你查询这个视图就相当于执行的是这个语句而已，执行的就这个语句而已，对吧？执行的就是下面这个语句而已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视图的一个作用，对吧？以及一个创建的语句和使用的方式。那么我们这地方简单举一下关于我们的视图当中的 DML 语句的一些限制，对吧？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对吧？注意一下，比如啊，比如我们现在这个视图呢，你可以对这个当中的记录进行任何的更改和操作，比如说我们的 update， 我们的 emp10 set 我们的 sl 等于 sl 加一的 where。我们的 SL 等于 SL 呢为1300的，对吧？这是可以更改的，对不对？那么更改完了之后呢，我们的视图的数据就发生了变化，看到没有？1001，实际上 EMP 表里面记录也是变了的，对吧？跟着你变。那么 EMP10 呢也是变了的，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修改操作是可以的。那我们现在看到，我再来，我换一个啊，看到我给你换一下。那我再创建这么一个视图。VIEW 对吧 ？EMP10， 然后呢 ，select 我们的这个 row number 为 R， 然后呢再是我们的这个以下的星
然后 from 的应批表一表 will dpto 等于幺零。对吧，我现在来换一个，对吧，把这个东西加了个东西加到里面，对吧，加了个东西加到里面，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里面呢就包含了一个 row number 的位列啊， row number 的位列，对， row number 的位列。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在对这个表里面的记录进行更改的时候啊，对吧，它会报错的，看到了吧，它会报错的。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用到了我们的这个位列啊，位，这样是不允许进行更新的，对吧？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说的那个insert update delete 的限制有哪一些，那么这个要特别注意，对吧，特别注意，一不小心呢你就把它搞蒙了，是吧，搞蒙了。 OK， 那么关于其他例子我就不再一一举了啊。 OK， 下面我们的这个 insert delete 的限制我们就不说它了，接着再来。那我们关于我们说的 with check opt 型这个功能，这个玩意儿做什么用的，对吧，比如说我们刚才为例，我们创建这个视图，这个视图呢我们这样来创新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当中，我现在把这个 R 给它去掉，对吧，不要 row number 的这种情况。 OK，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进行这个修改的时候，你看到啊， update 我的 emp 表啊，那个 emp10 set dpto 呢等于1等于20，对吧， will 呢我的薪水等于呢1301，这样我可以改的，看到没有？这样改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去查询这个视图的时候呢，你发现它记录不在了，对吧，不在了，看到没有？那个1301那条记录不在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把部分编号变成了我们的这个20了，所以它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么怎样来保证我们这个视图上的数据呢，不允许被别人去更改这个部分编号是10的这种情况呢？对吧，那我就需要我先把这个改回来啊，对吧，把它又改回来了，对吧，这就是这种情况。我怎么样保证不允许别人修改呢？我后面可以加上 with check 啊，加上一个 with check opt 型，对吧， opt 型strant 约束的一个名字，对吧，这样去创建一个视图，对吧，这样创建一个视图，加上 with check opt 型的作用。那么这时候我再去修改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update 我们的这个 emp10， 我把它改成什么呢，部分编号是20，对于我们的1301它就会报错了，现在不允许你改了。这就是我们的 with check opt 型的作用，这样可以保证这个视图的数据绝对不会呢受到你的 where 后面的这个篡改的篡改，这样会保证这个数据呢永远都是10的，绝对不会得到篡改啊，篡改。这就是我们的 with check 的作用了。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叫做只读的视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视图啊，我们这个假如说我们刚才是这样的创建的一个视图，那么这个视图当中的行的记录都可以进行修改的操作，对不对？我可以动它。那么我们如果不允许你进行任何的 DML 操作怎么办呢？我可以后面加个 with read only， 对吧， with read only 只读。那么这样我们的视图呢就不能进行任何的 DML 操作了，否则就会报错，对吧，报错，对不对，它会报错的，这样就达到了我们这么一个只读的功能了，对吧。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创建视图的时候呢，如果基本表不存在，我们可以强制创建，比如说我写了这么一个语句，这个语句根本就没这么一张表，对吧，我这个下面没这么一张表，我这样可以创建一个视图，但这个视图呢是无效的啊，无效的，但是我可以然后再来建一张表就好了。再创建一张表，创建完了之后呢，我们只需要去查询一次这个视图，那么它的状态就正确的，
OBJ set object name。objects and object type 等于 view，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视图呢就是无效的，现在我只要访问一下就对了。OK， 大家看这个状态就正确了，这就是我们说的 force 的作用，可以用来强制创建一个视图，这视图的基本表可以不在，不在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表最后再建起来就行了，建起来，然后我们只需要去查询一次，然后呢这个就变成了有效的状态了，这只是一个技巧活而已，对不对？还有我们的视图呢也不需要建的太多不需要建的太多，对吧？一般呢建这么几个常用的就够了，而且这个视图呢没得必要整这么多整这么多但是只是在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你可能需要建一些视图来保护你的数据，来简化你的查询，对吧？或者说呢做一些特殊的应用，那么就可以创建视图了，一般情况下是不用建的太多的OK， 那我们这个重点要注意呢，我们的 insert update 第一题那几种限制，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视图当中的一些特殊的玩意儿，对吧？特殊玩意儿，当然了也有的人呢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有些人他说我改这视图的数据改不了，我要求他去改我的这个基表里面的数据，对吧？基本表里面的数据那也是可以的，需要你做一个触发器，创建一个替代触发就可以了，创建一个替代触发器这个呢在我们前面讲 pure SQL 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说过这个问题OK， 我们这地方就不再重复演示它了。OK， 那我们的视图呢就说到这儿了。